王浩这个直板横打，包括他的速度、力量、旋转，会更。运动员的科研。冠亚军。我觉得就是说的，换了这个无机胶水以后，对胶水这个从力量、从旋转上都减弱了。所以他拉球的穿透力啊要差一些，对，再有一些就是他旋转下降，对，他是最啊，这个落点非常熟，对，而且他心理上可能跟王浩多少占点优势吧。好，高球，漂亮，很抠。我估计如果都打开了，王浩跟王林的回合会多一些，因为马林他不愿意跟你打。是纳入到我们男队的竞争系统当中啊，他跟竞争有关系运动员，所以练习的热情钻研，对啊，这个训练质量明显就提高。错的太多，或者第一本，你看他这球都是不错，哇，是吧？漂亮！就是我主动拉进来，我跟你打对攻，打起对攻来有机会，我就变你正手，我不让你再侧身啊，罩住我打。这个球太强势了，防守。谁胆量大，谁处理球果断，啊，再一个就是比谁不犯错误。第二个强大的教练群体，第三个就是得益于这个竞争机制，所以这三个主力他们今天的表现，好球，漂亮，他很多球都是他，对吧？他能够抢先加力，抢先上手，漂亮。啊，这个球慢了。不，练得好，啊，甚至练习当中有困难，你能克服，力气壮。马林发球，拉高调，第二把拉直线，这个球。运气球，马林11-8拿下第三局，这样马林2-1领先于王浩。我们还是请小东教练给我们。王浩对这个还是准备的不够，所以他这个甚至在对攻当中他也赢了不少好球。现在呢是王励勤3-2逆转了马林，先拿到了胜利。好球。而这种形式啊，这个也是第一次，三个人来，好。他们三个人中间打的话，以往的战绩来说。球没想到了，飞了，是比较强，
9-8。好的，这个球马林在扑正手的时候下球达到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运动员，一下到了一个好的，刺刀见红，给触及灵魂，是吧？所以在这点，两名运动员都能入选。哎，这个球，那今天王这个舞蹈其实也跟自己在场上打是一样的。哇，漂亮！王浩现在，这两个球都是。闪光的东西。10-9领先。哎呀，机会机会，这个球太可惜了，这个心里面跌宕起伏。这个球有点运气，这个球王浩推到远台之后呢，这个拉的时候啊，这个11-10。马林反拉，哎呀，马林反拉，这个球反拉的难度太大了，在远台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这样王浩呢是战胜了马林，马林呢等于先淘汰出局了，因为马林呢连输两场，输给王励勤，输给王浩，这样这次比赛的这个。